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哎，你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。哪里看人数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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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你就说啊，大家好热情啊什么的，这里。好多人呐、啊！大家好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你第一次，你是不是第一次玩这个？对啊。是的呀，是的呀。稍微修理了一下。有人剃了你的头发吗？没有。有人剃了你的头发。我们再来拍几张。对。我们再拍几张吧。然后。脸，你把它举着，你就换到那个后置的摄像头，我要切开。好。就是你可以。他们是这样。就是不要两只手，两只手就感觉就都有点。稍微的放松。对，就可以一只手，可不可以？吻你啊，你什么什么心态？你给他测了测了他的脸。喂，我手机呢？我给你看我那时候弄那个头发，像这样就比较。送花吗？送花是什么鬼？我的天呀，粉丝们好热情。就这样，那这样卷卷过来一点。哦，我知道。嗯脸啊，太阳花就一直。哎、哦，这个好好玩哦。来，现在你两个已经。好。就是。的确，手放下来舒服了。对，就是两个很多，而且。真是棒棒的，佩服你们。现在九零后都那么直接吗？再放松一些，放。
我给你来几张曲子。刷的什么东西？嘎嘎嘎，一阵疼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东西都是钱。硬票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我没学的家也可以去。当然不可以。哎，sorry。好好玩，我要玩一下。哈哈哈，我又来了。就是给的那个。就是税，看一下。领口，这还业务？不是，我们能不能不要这样？我刚才也说这样，慢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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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，我是腐女。不 ，no， 只是有点污而已。就是我们乱一点。哦，还有我妈晚上，这都看得到。吃饭。啊，你们今晚上哪里？还要去接一下她，来江苏啊。那怎么办？婆婆能看到，阿姨就他们已经听了说，他们有问有今天有没有图妈妈，有没有陪妈妈。昨天已经陪了。跳啊跳啊，接着跳。没有，就这块儿。然后立马就没人看了。哇，好多人啊！这是什么直播软件？微博的新浪。外的屏幕。太牛了。好，全身啊，很帅。我刚刚那稍微的左边点小摇摆。对，特站一下呢，对，然后翘一个脚尖，对，别忘了那首。加油加油。走了。
这里，来了，对，现在你可以自己玩一下，可以跟粉丝们打个招呼。太乱了，就是乱乱的话好看一点。你现在拿充电宝吗？对。他们说话，就是我们现在说话，他们都能听见吗？听不到。它其实这你可以这样这卷起来也好，其实要弄一撮。你现在可以跟大家打打招呼什么的。父亲呢？什么东西？你真好看，挺有交流，好吧，自己看来好乐。1000，婆婆，婆婆在睡觉。你看电话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都是在夸我。对，那你跟他们说，你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电话号码。要电话了。微信号。10086。QQ 号没有 QQ 号。张思凡。你们在说张思凡，他要吃醋了。张思凡非常的不靠谱。说什么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？对啊，喜欢什么样的？喜欢，可爱一点。这一坨我好喜欢。好，这头对这不是很奇怪吗？那分的太，对，太边上了，这个。对，分的太边上了。你现在很弄吧？张思凡帅还是我帅？这个问题。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呢？哈哈哈哈。评论太快了，哎，刚刚还1000多人，现在有4000人来。对。但我看他们直播的都是有，就。对，你天天在直播看直播，等你自己。我们先好几万。我们先转发一下。怎么转发？发同步到微博。这怎么同步啊？啊，对，可以同步到微信。对。是吗？无法免疫。什么兔先生是谁？我们转发一下微博。就是刚才那条吧。对。唱歌。啊、哦，唱歌，唱歌来吧。你们想唱听什么歌？哎呀，我得先喝口水，给口水喝呗。好嘞。还有什么？唱歌。随便。唱随便，有随便这首歌吗？专辑正在制作当中吗？传奇。女人心就算了吧，唱一个最近你最常唱的那个什么，常唱的。没办法。你要我唱韩文？你真的是，你是黑子是吗？好吗？
近最近那个在听林俊杰的歌，那个叫什么，背对背拥抱，好难唱。修炼修炼还行。吉他真嚣张，藏眼泪到心酸，往事不要说谎，别让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，我想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原谅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，别想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哇，什么？他说有7.4万，八点二万。什么8.2万？什么呀？人观看。所以你跟大家聊聊天呗。关注。不为谁而作的歌。看得到啊，都在看你们的评论。谢谢你们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哎，我可以在哪看到那个他的那个直播啊？同年同日哦，也祝你生日快乐。大金牛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我对自己说，蜡烛点了，寂寞凉了。哈哈，蛮好笑。好像，哎，回音。哎，怎么不唱了？你跟他说有个那个大电视剧，你们都看了什么电视剧啊？好，可以。韩语歌。那个叫什么？最近很流行，不是那个《太阳的后裔》吗？那个就。You are 怎么唱？我想啊 ，Oh every time I see you，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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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五秒记得，那都塌啦撒啦。Baby， 哦哦哦哦，哦哦哦哦。走吧，你们举个一分钟。啊。先。什么情况？你排了。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在这边要播半个小时，播到11:30，他们的福利。播到十一点半。对，晚上11:30。可以啊，那你今天晚上一直在这儿播呀。聊吧，他们会很开心的。啊，动漫英雄。动漫英雄实在是不想看。哦。你看我的手机，岁岁平安。
马上过几天就要去录制了，为什么他们全都走光了？讲个笑话，哎，要是打游戏直播有人看吗？哈，就那个。走，嗯，走，呀呀呀，哦，呀，哇，我不要，不要票，还是我不要票，上上屋里边去，谁上来了？谁上来了？上来了，啊，来，请坐吧，请坐吧，这是贴上去的吗？对，真快乐，感觉，你美，谢谢，来许愿，对。想先吃一口，这试一下吧。吃呀。麦丽素。奥利奥。来来来来来。哎，三哥。真好看。许愿吧。许愿。祝生日快乐。我们那学完了吗？啊，哇，这么好看吗？那就吹吧，吹蜡烛吧。许完愿了是吧？许完愿了，好。哇！哇！又长大一岁了。耶，饭也来了。我要跟大家说话。对对对，去吧去吧。我这个放。然后这个。蛋糕好好看。蛋糕我们可以来处理一下就可以吃。你要不要再给你的蛋糕留个念？那个放在就这样。拍一张照片吧。嗯，好好好。放在那边去呗。哇。我们你再拍一个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要不然捧着那个蛋糕，我来拍一张照片。要吗？捧着。来来，谁帮他一下？谁帮他一下？对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好。来，这么着啊。有。好。来来来，一二三，来啦！一二三，来啦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非常好。你可以先拿一个吃，可以吃了，你可以切了。第一刀让他切了。切上去了。那我们来切吧。你切吧。嗯。王子是不干这种事情的，来，王子，请跟继续跟大家互动吧。哎呀。我想吃一个这个，试了一下。那个什么地方还有一个那个。什么？我说那个，我们上那边去，然后送给大家。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所有辣的东西。反正就是，只要辣椒多就好了。一点二，你还有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时间，我们的直播结束了，你可以跟大家再互动一下。嗯，还有五分钟了。再聊会儿吧。还有五分钟。嗯，一点二十五了。我们后面还有工作。因为后面还有。十万人在看啦。没有没有，九万。哇。还有，工作要做，所以还有五分钟。
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有点像那个什么什么，就是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就会说那个最后要难忘今宵，来年见，难忘今宵，明年再见。刚刚来啦，来，还有五分钟是吧？对，好大一块，给我不要吃。啊，你不要吃吗？我现在不吃，哇，不那吃一个橡皮饼干条。你跟他们分享，让给他们拍一下。你给粉丝们吃，给他们吃。哎、你要不要吃？要喂一下。喂他们吃，他们吃。对，就指到这里就好了。要不要吃蛋糕啊？这都什么呀？嘎嘎嘎嘎，一直加乘以。什么什么？张哲瀚送的甜甜圈，你送他们吃蛋糕吗？他们送的甜甜圈。我现在一只手举着手机，一只手实在是吃不了。那你举着杆来讲一下。男神在吃蛋糕吗？我直接拿不下来。哦耶耶耶！麦丽素 ，sorry。有点尴尬啊。拿这个来。其实我就想吃块巧克力。哟。看看男神在这吃，呀，吃不到时间了。哇，乘以七十，各种乘以七十。差不多，可以说一段结束语。好了，现在，好像直播就要结束了。然后跟他们是我们要干活了，我们要去干活了，要去工作了。最后送大家一首歌，说了再见，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我不能就这样忍着痛泪不掉，说好陪我到老。是谁在放音乐？那也清唱啊。他们影响我唱歌，我在唱歌，他们在放别的歌，差点我就要跑掉了。好，来继续唱。好，拜拜。对，要飞了。飞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可以结束了。